哎呀，果然，这几天忙，下午还有活要做呢。是啊，真的没有背过很好。快点走啊！就在前面了。哪一间啊？前面那间就是了。钥匙留在哪儿了？这房子真的好精致啊！这老鬼第一次做件正事。 县官大人日理万机，只要抽空来讨你夫人欢心，贵人之心。幸福什么呀？他少气我就高兴了。唉，如果我有机会对我老婆这样就好了。你老公？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死了啊？没有。他被一帮人灭 被一帮人灭寿星的山贼捉了去，强奸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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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啊，这家屋子楼底又高又宽，风水好，好大门仔呀，好极了。我家老爷对我真好。咁，哎，我跟小熊说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家屋是我朋友的，是他的爱人呐，被那些山贼捉了去。他这人又打不过那些山贼，于是呢就用全部家产呢，请了几个高手来救爱人。是这帮高手啊，是贼来的，骗走了他们钱。哎，我又无奈啊，只有卖了这间赌屋，没有希望的救他的爱人。还说应该去到天上为我救回他的爱人呢。咁都有哇，这样真系好，你够可怜。咁那我什么时候就搬进来啊？我就最笨就唔会打架，唔系话咪咧，我就帮助一户人啊。如果有机会咧，你喺大庭广告说话帮帮我啲朋友咧。我系美女，咁那我什么时候嚟搬进来啊？你最近生前就搬啦，没问题啦。咁我听日，那我明天就搬进来。好，怕你啊？我已经答应别人了，哇，你出钱也好，出钱也好，总而言之得把它办到。哎，夫人。这是你讲的第十一次了，次次都这样讲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喽。老爷，我不是哭不出来呀。那你哭不出来，你哭什么呢？我为的是刚才给你讲的那个年轻人，他真的好惨，我求求你救救他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答应你帮他就是了。老爷，你好大好量，还有花园呢，买给我了，不干嘛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我真怕你了。那间屋子说买就买了，行了吧？那还差不多。老爷，那间屋子夫人呢，被坏人抓去了，你出去救救他吧。我可以用那些买房便宜点卖给我们，你帮帮他吧。是这样。干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行了。哎呀，现在钱旁边走了。哎呀，你们真是言而有信呢，搞得我三个女人都高兴的要死了，高兴的要死了。是啊是啊，我得言而有信，要言而有信的啊。根本就打不赢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讲得到就一定能做得到啊。阿兰，阿兰，大人，哎，给我立即带兵上山去救人。是，多谢大人。不用客气了，不用客气了，你们放心吧。衣衫不整，没精打采，尤其是没有睡醒时，衣服这怎么行呢？兵乃兵，他们怎么装一下胆啊？好问你我啊？那也是，就是那个烂官自己乱了国，当然没有要求手下能称得上。你是冤枉，肯定没要求啊！喂，今天请了他呀，肯定有新点子了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有人击鼓鸣冤啊！有人击鼓鸣冤！哎呀，女婿啊，这个女人胡端端的冲到我们家里呀、赶快把她抓起来！哎呀，岳父大人，不能搞那么紧张！哎呀，她冲到我家里来，把我吓醒了！哎呀，这老爷呀，老爷他是谁呀？那个房子不是给我买的吗？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狐狸精啊！才是狐狸精呢！哎呀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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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叫你来救狐狸精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！哎呀，女儿，他快快快快，有个女人呐！谁呀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两个演员呐，还有两个。帮帮忙，好一些就走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哎，山城贼，快点冲啊！啊，冲啊！快人呐！一二三四，四个人算什么？给我上！你们，老管。哇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哎呀，快走！快走！哎呀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闺女们居然敢装兵闯入黑风寨，说这是谁的主意？不用问了，一看就知道了。
这个伯父点睇都唔似系主持人啦，当然是我啦。阿叔，阿叔，你又够大水壶啦，我整十两银过嚟，叫你带路，带我去小刀位找那乔三川。三川，你去带我上了黑风寨。哦哦，这是黑风寨啊！你还装疯卖傻呀？钱给你去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就是当今朝廷火枪营的副统领，天上的胆儿都不敢杀我呀！哎呀，年轻人呐、啊，原来你是副统领啊，好大的官啊！哎呀，你只给我十两银子呀，真是的啊！哎呀，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！哎呀，英雄啊！哇，他是大官啊，这大官好值钱的呀，千万不能杀他呀，留着他好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呢，拿来做挡箭牌，挡得住的呀！还有啊。还有两位啊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黑风寨啊，要知道啊，打死我也不让他来呀、啊。我知道啊，我从小就崇拜那些英雄好汉呐、啊。我以前教书的时候啊，我整天讲梁山伯的英雄故事给学生听，那些学生听的呀、啊，口水都流啊。特别讲到宋江大哥那段，宋江大哥他，哎，英雄，真不好意思哦、啊，刚才没机会留意你哦，现在看清楚了，你真的好像宋江大哥哦，是吗？是啊，大家有眼我们都看到啊，你应该是他了。哎，真的是啊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很会讲大话啊。不是讲大话呀，我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的啦。我看你很逗，很开心呢、啊，开心啊，开心就好了，放我。不行，啊，不行，你千里迢迢来到我们黑风寨，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多谢多谢了，随便拿上一两根金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，又不行啊！两锭金不是小看了我们黑风寨了吗？要赏就赏到你拿不动，搂都搂不住。你叫吧，金呢、啊？不少都拿着走吧。好，试一下。娘，好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但把我放走啊，还送我这么多黄金呢、啊。但是好像多了一些，我现在就拿走拿不走喽。我今天放了你，你当然是我的朋友了。还有这些赏金，就算我给你送行了。哦，这样好了，英雄，我现在先拿三几锭，等有空再来拿，好吧？不行，全部拿走。还有，我数十个数，十个数之后，我的兄弟就会放箭。不对，那你就无心放我走啊！一、二、哎呀哎呀哎呀！啊，别去！哎，四、五、六、哎呀！快说，他带着那波金子掉下去了，把他拉起来。笨蛋，还不快去！哦哦，快快点快点！喂，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王八蛋！我没死啊！哎呀，我说好命啊，大难不死啊！哇哇，不是吧？真的？哎呀，真是大难不死，我服啊！发达了，发达了！哎呀，不行！大袋金咁重，我怎么拿得走咧？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！别埋起来！真是好大
哎呀，这么大的金呐、啊！哎呀，不拿了！哎呀，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黄金呐、啊！哎呀，八大金仔翻嚟，给我小公主！哎呀，吉仔仲有金仔啊！小公主，我来问你，你真的是朝廷派来的吗？我自己派自己来，我要找狄虎。哦，你找狄虎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想留在这里呢？他穿金戴银，当然舍不得离开这里了。我今天也是二当家的夫人。就算你带他走，也是残花败柳啊！可是不是，陈梦吉，你那么喜欢别人的鞋，我倒有主意，要不要送给你啊？美眉根本就没有和狄虎成亲，还宠了，从来没有。什么呀？很讲究的事，他宁死都不屈的。说的也对，以女人来说，她确实是很娇艳。我二当家也够痴情了，为这个女人居然说了一个大谎。对我的这么大。怎么无端端的再给我做衣服？不是啊，反正我也很闲嘛。再说天气也快要凉了，就想起来给你做件衣服啊。你真的很细心，如果以后谁要娶到你，一定会很幸福。谁？是我，你大哥。二当家，坤少爷说有紧要事情想请你去白虎堂一趟。什么事？这我不清楚。请求啊！不过刚才有官兵攻寨。攻寨？什么人那么大胆？陈梦吉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关进大牢了。你休息一下。啊，走。外面三鬼河东，怕什么？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凭什么呀？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，现在不会被困在这里。又见了，又见了。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什么，但是我会跟你走的。阿虎会对我很好。你明天谁呀？你根本就不是开心的，你知道。太关心了，太关心了。阿虎会帮我照顾大太。我欠他，一定算一个晚上。以身相报吧。我记得上次救我是因为你，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他救。如果你叫我，是为了这件事，要是这个人情债应该是我还的。如果你留在这里，我一万都不放心。母亲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拖累你。拖累什么累呀？我帮你是因为我自己心甘情愿。你要早说了，我也牵着手。要走，一起走。不要，我好难找到这个机会的。又叫我走，一起走，两个都不准走。你说，二当家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这样对他？阿虎，你再不要说。陈梦吉，我告诉过你，北梅说了，为什么对他死他不休？哎，对，他是你老婆，他可但他不爱你。我不是他老公。好爱我，二当家，这小子明摆着让你下不了台，你怎么能放过他呢？我自有主意，带他去白虎堂。快走，走，走。一来，这台戏你看怎么样？二哥。我们千辛万苦，竟被手中把这小子救出来，他不但不感激，而且带官兵攻打我们山寨，还对二嫂纠缠不休。我们不能放过他。越快杀一儆百，如果留下活口的话，到时候传出去，二哥，你的脸面往哪放？连我们黑帮寨名誉都受到影响。要斩要杀，欺天自辩。向上天发誓，我从美眉亲过黄河水，绝无苟且之事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要我们相信才行。信不信由你。如果你真是喜欢美眉的话，你应该为她着想。你身边不幸福，你别再讲了。闯在你家就迟了，没机会了。狄虎，
如果你真是英雄好汉，就不应该成人之危，成人所难。行行行，小姐，这就叫他还你一生一世，根本就是不公平。你二当家，当家，他要公平，公平哦，就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。二儿，你有没有什么提议？我提议双方来一次比试。好，如果赢了我把你胆子给带走。你的事情，我一干不完。你这是好爽快，关键你眼四马能追，你什么我都跟你比。就是不同你比武，我手无捉鸡之力，你赢我一点不费功夫。难道叫二哥比文采？不是一样不公平吗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会找到大家都认为公平的方式。一来，你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。秦少爷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怎么样？都照我说的做了吗？放心，我们办事，放心了。上吧。好。好了，大家先休息吧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怎么干？我要你死在梅花庄上。别服，你也别想你好。秦少爷，秦少爷，秦少爷，哦，原来是你们呢。哎，对吧？黄金呢？还没找到，那老东西呢？不乖呢，没见着，他拿着工具跑掉了。你别这么说，找不到他们，我去哪里不是问？快去找啊！是啊，是。老东西，阿福。我求你放过梦姬，你不要找一个老人让我靠近你。你和他都是我最关心的人，我不想你们其中任何一个受到伤害。你答应我，不要再比武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我因为我在在乎，我早就送上西天。我知道这样，你一定会恨我一辈子，所以我就没有机会。我要堂而皇之打败他。但是，你再给我不要说了。我主意，我不想用这件事来影响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。今天我们比试梅花桩，在梅花桩上面比试文采，我要问三个问题，答案就在上面。如果谁要抢对两个答案，谁就赢，也算是有文有武。你认为有没问题啊？陈梦吉，没问题。虎哥，你呢？我没问题。好，你们都没问题的话，比试开始。好。没问题。
第一道题，《诗经》一共有多少篇？300，好，答对了，二当家胜。陈梦吉，别说我不提醒你，你再输一盘你就输了。好，第二道题，相传八卦是哪个做的？三局了。好，第三题问的就是，你娘亲的妹妹，妹妹的娘亲是谁？二当家，这是天意，看来你老婆要跟他了哦。等等，等等，二当家，多谢你相救，这局不算，多问一个问题吧。人家有输就输，大丈夫主义光明磊落，不行，这局不算。哎呀，你们又算到了，我既然已经嫁了阿虎，就是阿虎的人了，不会再跟其他的人下山了。梦吉，我们只不过是好朋友而已，你没有权利帮我决定任何事情。阿嫂，你一见到我就不高兴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想跟你说说话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没有说的呢？不如讲讲将来吗？我是你二嫂，请你说话尊重点。表面是，实际呢？啊，对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跟阿虎只有夫妻之名，并没有夫妻之实。这件事不是我瞎说，而且你亲口告诉我。其实你根本不喜欢阿虎，你嫁了我，我会好好对你。所以像网络人才，我样样比他强。你何必为了他守一世的佛果呢？你住口！我始终都是你二嫂。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的话，不但是阿虎不会放过你，其他兄弟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我饿红了。哎，要吃点什么？哎呀，老板啊，好饿啊，来一壶。没什么能吃的吗？尽快拿来。只有牛肉忘了什么？随便随便。阿成，冲壶好茶来。是。你身如四海，行不行？好吧。有无穷啊！这到底是就跟我一上是有分多呀？那是这里是其中一个的半毛。一雷天下响，响中一声羊，咱们真是哦。好，再试探一下。老板，快开会！客官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？一雷天下响，响刀鸣声扬。你讲什么呀？啊，总在双手啊，还要讲得这么明白吗？小刀小刀，惩恶除奸，小刀小刀，人正方方。讲大声点，你讲什么？小刀小刀，惩恶除奸，小刀小刀，威震四方。小刀会。哎，对啊，我就是小刀会的，两位都是吗？我是新兵。啊啊！站住！站住！
哎呀，两位英雄啊！你老命大呀，这也摔不死了。黄金呢？没了。没了。猫。啊。哎。哎，两位英雄，快走快走，黄金埋在那儿了，别被别人发现了。好嘞，走啊走啊，快走。还有那边。哎呀。是啊，快点。哎呀，怎么一匹布那么长啊？还碰到你啊？老大呢？搬救兵啊？他们已经搬救兵了。哎，你有所不知，遇到上次的事之后，叫老大叫所有弟兄化敌为零，立刻抽兵追捕。哎呀，这种主意啊，还想着找小灰啊，就梦极呢。我们自己都帮不了自己啊，叫不怎么帮你。喂喂，你知不知道老大去哪儿了？好像北上。北上。有办法了，撞船撞运气都行，怎么都要救回孟吉啊。喂，带什么老招牌？叫我进船呀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人追来啊。我想吃啊，是一碗阵脚。哎呀！哎呀！不，喂，天哪，你在我后面干什么呀？特别喜欢啊，表妹怎么是特别需要的？哎，这里不是喝呀，吃啊。随便走。哎，你又在我后面干什么呀？有没有特有需要？有特别需要，冲我来去啊！站！喂，还在我后边？都说冲壶茶去了。来就来了，你别来我后面好不好？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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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了，哎呀，老爷，休息。快走了！哎呀，不是快走吗？那么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老婆，救命啊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喂喂喂喂喂，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进房干什么呀？发现花了也花了，不是我老婆，不是我老婆，那男人和那女人都让被杀头的呀！我难讲的，都咁耐，我那么久没回家了。佢识过第二个男人都唔奇啦，奇怪了，更何况是男人又年轻又英俊的。哎，不会不会，我那么有才学，而且给我好久了，不会变心的，不会变心的。上次你知道吗？人就闷呐，他会变心呐。哎，不对了，谈清谈清才行。哎，喂喂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用钱了。哎呀，你不把钱还给我，你不要钱了，要人呢。岂用死你，你也得苦头接待啊，这次当务没到啊。你我做事务，真是脱衣服啊。请上，听到没有啊？哪个没上？忙什么呀？请上，脱衣服。我不习惯，我管你习不习惯呀，脱衣服。我第一次，可不可以摸一摸两天？抓你的原本是一文荣啊，快点脱衣服。谁呀？店小二。店小二。张总酒来了。谁叫他送酒啊？都挨着你叫过也送给你。送酒不要这么凶啊。好，我们凶吗？不。你都知道了，你玩这个东西，我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都给我戴绿帽子啊你！结果回到家里，那八婆说你跟别人走了，我都不信了。现在我亲眼见到了，以后你叫我怎么见人呢？你个贱人啊！哎呀，你恬不知耻啊！还要跟我挤没那么远的，你想电死我呀？我叫你想哭啊！哎呀，别吵啊！我们教训完他呢。哎，你喂，老张，老张，你给我们挣钱财举人，放我！你别吵啦！好嘞，冇做，别吵！你当然想我别吵了，你我叫你睡一宿出来是吧？哎呀，你找死你啊！这么说自己的老婆，你都算贱了啊！别坏人家住在家里啊！一次都没有管过啊！现在你知道自己老婆了，你给自己啊像肉包子打狗，一走就无影无踪，你叫我怎么办？那你不用这样赚钱啊！哎呀，为我想啊！如果不是山穷水尽，我都不会出此下策。什么山穷水尽呢？那天我给你很多钱了，那钱放哪儿了？要那么一点点，买盐不够咸，买醋不够酸，你没看过一下？等等，你是不打算招了啊？现在成人为钱了啊？为钱这么下贱的都做呀？啊？要是我为了钱呢？上百两银子放在我面前，哪个不心软呢？我是很快就回来的了，又帮你找了一张官司。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，那些钱呢？我又七七八八用完了，没办法就吐了。谁知道又被抓回来了？什么官司啊？那你都不信我？喂，看我这个样子像红杏出墙吗？行，太像红杏出墙了。好好好，我红杏出墙，咱们销路了。你别这么说嘛，你未必这样做了。喂，你讲完没有？讲完了，怎么样？不是啊。我想你听听我讲啦，我呢只有一个妹，她现在身陷冤狱，我无论如何要把她救出来呀，我一定要请最好的壮士帮她洗脱冤情的。好简单的啦，我介绍个壮士给你了。哎，不用，你就最好了。哥，你这么看得起我啊，多谢你了。不用多谢了。你老婆收了我定金了，不过我现在有一件事啊，更加心急啊。这样吧，我老婆收的钱呢，我顺便赔给你啊。哎，不行，要赔就赔命。老公，如果我妹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拿你们两个陪葬。喂，大哥，哎呀，不用这么严重吧？这是傻傻的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一时英雄救英雄，既然你很赏识我，你说什么都行了。那就太好了啊。那麻烦你先放了吧。好。那救你的白救呢？救我！如果不是我救你，你现在已经进了阿峰的房，而不是进了我的房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救你，你恐怕连清白都保不住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是假意成亲？没错，但是我们的确拜过他，成过亲了。我这一生一世都是他的人了。嘿！这一局成功即胜。二当家，这是天意，看来你老婆要跟他了不？这个小子，陈梦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妹妹是我老婆，
为什么你对他纠缠不清？哎，他是你老婆，可他不喜欢你。我是他老公，可他喜欢我。贵州府长乐县人士狄虎，曾娶妻为妾，小字文锦，因未行夫道，今其配偶，自是男婚女嫁，各有相干，不相干。没在外，一切在于狄虎无关，恐口说无实，立此大据。你什么都没在管。啊，妖叔，为什么？你跟着我根本就不会开心。既然没有结果，就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的心不在我这里，留住你的人都没有用。难道你愿意让我们三个人都继续痛苦下去吗？兄弟，这都就是贼的妖术。这上面写的很，上面写的好清楚。难道二嫂犯了七出之条？是我要命尊夫的，与美人无关。二哥，你何必这样委屈自己呢？你准备怎么委屈自己呢？是，二嫂。如果真的有人从中作梗的话，做兄弟的就会帮你去讨不。这事和第三者无关，兄弟，这事可清楚了？我主意已定，今日向大家做个交代，希望大家尊重我的意见。既然这样讲。我哋做兄弟嘅都无话可说。大家，陈木吉带刀。陈木吉，你可以带路回走了。点解会咁啊？这样呢？我真不知道二哥会这么大量，你好好做人吧。你放我们走吧。